现在在布里斯本的 Central Station。介绍一下，就是雪梨的火车，他们都有上下层，很酷啊！就跟香港一样，有两层的 bus 一样。上下层。大月台。看看内观。中间的，其实有三层，下面还有一层。跑太快，它是上面。刚才已经看过了。总之，里面就长这样。是钓鱼，不能脚不能张放，不能玩火，不能抽烟，不能喝酒。阿里是开心呀，拜拜。